不用出门。好的。好好待在家里。好的。你在干嘛呀？我在这几天准备发货嘛。所以说今天那个那个突然就是那个顺丰也关门了。嗯，不知道咋回事。哦。然后就在这边待着今天。那你平常怎么不直播了呀？平常懒散的怎么播呀？好吧。我忙完的时候就三四点了。有时候五点，然后直播呀。这么晚？对呀、啊，然后就我也想着就，怎么天亮的内容都播嘛。天亮了播也行啊，你播到天亮，然后你就睡觉嘛。开玩笑的，你自己还是要多注意休息。不要太忙了。嗯，好的，请哥，好的。哎呀，我看起来你今天那个辣椒藏的好奇怪的。奇怪吗？因为现在大家都没得吃嘛，不藏要藏好了，要有不然要被抢的。是不是一天吃一个？嗯，对啊，一天只能吃一个。还在这边吗？啊，辣椒还在带着吗？带着呀，揣着我放在那儿。你要吃吗？我本来有。你吃你问走。真的。我怎么吃？我本来有三个嘛，然后刚刚吃了一个，然后还剩下一个，等会儿寄给你吗？还剩下两个，然后你都出不来门，怎么寄给我呀？你可以寄吧，应该没什么。让我们那个小区保安，我们两个关系好得很，然后我就说帮我寄一下给他。放心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吗？不用不用，我这边可以买。嗯，我爱你们关系那么好的话，我多寄给你几个辣条嘛。可以，有你这份心就够了。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寄给你。嗯，顺丰的话可以两三天就到。好的，那这两天肯定有一些东西寄不过来，如果寄得过来的话，你给我寄辣条啊。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最近怎么样？大热天气。天气还好，不热不冷，就跟礼堂差不多。礼堂好冷哦，晚上。晚上冷吗？那只是晚上你晚上要去打包对吧？对，太冷了，有时候真的是把我冻惨了。你打包的时候可以直播呀，东西打包啊那些的时候，然后人家买着你的东西也放心，看你们边打包边卖嘛，对吧？但是我这个很新鲜，但是官方不让我播耶。真的？真的？你又干了什么坏事？没有什么干的坏事，就这样的。开玩笑。我这样了，兄弟。嗯，好吧，那你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。我等会儿晚点我下播了，你截图发给我嘛，然后我帮你看一下。那时候就是那个说啥的，普通话不标准。不标准，没事，那个没事，那个应该封不了几天，我帮你申请啥的。但可以播，但是我就怎么说呢？没事，他们你没看到吗？网上都有很多那种土豆啊、香蕉啊，他们直播就
根本不需要人。土豆香蕉，那我就做一个松茸，虫草松茸，就这样播了。到底是松茸在那直播吗？哎呀，可以。他们都说可以。一直在拉萨呀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一直在拉萨。本来这个月或者说下个月去理塘的，然后现在这边有疫情嘛，然后我下去的话就有点麻烦。对对的。而且现在这边核酸的结果我不太放心，然后我下去如果我自己有病的话，我下去的话这样就不好嘛。对对，嗯，你多待几天我那边。对，你等这边疫情好了你再过来玩吧。嗯，我也想着，但本来我也计划就是那个这个月卖完松茸就准备去拉萨，但是不太行。哎，现在真的真的现在不敢来了。那松茸卖的好吗？松茸卖的还可以吧，今年松茸比较贵。哎，对，他们都，我爸爸也在说，他们爸都在说这几天都涨价了，涨得有点严重，涨得太严重了。哎，嗯，这几天涨得很严。嗯，对，所以说你还是自己，你才做生意嘛，你自己好好的考虑一下该怎么做。今年的松茸把老骨头好痛得很。今年我看好多都亏本了。对，亏本肯定会亏，今年太贵了。嗯，他们说今年卖虫草挣了50000块，卖松茸亏了10万块，不是？肯定是呀，对，就肯定是这样的。都在亏本，没事，慢慢来嘛。然后对，慢慢学习嘛。你还那么小，可以现在都可以自己独立做生意，都特别还是特别厉害了。真的，真的。我觉得虫草比较好，方便发一点，松茸太难了，天天熬夜，把我都牛逼的。对。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只会叮叮叮叮，每天在玩嘛，就嗯，每天去各种地方玩，然后没有自己的事业啊，啥都没有嘛。你现在这都算很好了。我这个年龄。我这个年龄就变成快要懵逼了。你再过两年你就是那种资深的那个了。过两年就我都那个怎么说呢，白天大家都在去忙的时候我在睡，晚上我在忙。都忙，这是对的歌是不是？嗯，可能就是觉得就是这样。你就是一个，再过两年你就可以跟那些康巴老头，跟他们称兄道弟了，就跟我爸爸他们，你就可以跟他们称兄道弟了，就是你的兄弟了。看起他们老人是真的是脑子非常好，我脑子不行。不是脑子不行，他们也不是脑子好，知道吗？他们是年龄大经历的多，知道吗？对，年龄小嘛，还有很多事情不懂，这些可以慢慢学。那肯定没问题吧，但是我今年觉得真的是
去年也好，今年也好，对，但我没去夏天玩呀，好冷，这夏天就很短呀。对的，那我从小就那个，我一直在不是在训练嘛，嗯，训练嘛还是瘦了好多斤，嗯，瘦了所以说15斤，亲哥。你现在还是可以啦，其实马也在弄，然后酒店也在弄，松茸也弄，虫草也做，还都可都可可以吗？现在？牛也看，哎呀，牛也干，啊，这个我忘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真的是，就那个怎么说呢？那个叫啥嘞？啊，今年可能看不了夏天了，麦我送的就花都没了。嗯，对，今年可能卖完松茸你就过不了，耍不了把子了。真的好心疼，也刷不了包子了。没事嘛，没事。你们可以自己给自己放假一天嘛，然后跟你的客户们请个假，然后你就出去耍个把子。本来我也想，就是请个假，但是真的不行哎。开玩笑的，你现在该忙的时候还是忙点，然后之后还是可以玩嘛。也不一定非要耍把子嘛，还有其他地方也可以玩嘛，对吧？但是放不下家乡的话耶。嗯，那你到时候你就可以来我这边玩嘛，不搭拉弓也不会跑，对吧？肯定不会吧？但是没花呀。拉萨这边花还在的，你松茸卖完了，肯定就9月多分嘛，9月多嘛，这样花还在的，你来嘛，我带你去玩，真的，真的真的，不是拉萨这边的花就是人种的嘛，那个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它自然长的嘛，不太一样耶，啊。不太一样耶。拉萨这边的平时就是人种的那种花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那高原那边的话，可能是它自然长的嘛，自然长得比较比较好是香吧？一点了，对，比较好。嘿嘿，好嘛好嘛，那就，那我们家院子里有几个自然长的花，那你到时候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让你看这几个花嘛。会不会我把它都摘了？摘了干嘛？你拿回去就蔫了，花也没有了，嗯。那我过来的时候没有花的话，那我就不来了。哎呀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开玩笑的。你看你自己忙完了，然后有时间了，感觉，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就过来嘛。嗯，好的，亲哥，那我就先去忙了行行行，那就忙。你要忙的话，你就先忙吧。那下次直播我们来，我好好聊一下好的好的。哼。拜拜，哎，小屁孩，拜拜也不跟我说，呵呵。